连长，贼是遭到的，还有些兄弟。 今儿晚我请大家吃大餐啊！多买点力气，多买点力气啊！哎，人都到齐了吗？齐了呀！曼丽呢？啊？刚才在呢。曼丽，哟，小祖宗，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外面是山崩地裂，众星捧月，徐师长都过来捧你场了，赶紧赶紧，快点带上。 我听，今早是我双亲的忌日。金总啊，哟，这么巧啊！曼丽，你就帮我这一回行不行啊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好不好？铁山大炮，子弹影子都看穷了。连长，这仗打得深得我慌。 连长，都3天了，这仗还打不进。你咋的？张良才，把你老和尚的资本改丢去了。老婆婆，人家中央军都换美式装备了，不怕，我不到那边。 你娃早晚要个厨师，一人一个哈，一人一个。就是嘛，都是扛枪卖命，人家吃的也安逸，穿的也巴适，关键还吃牛肉罐头。哎，老鬼，咋的？牛肉罐头，想不晓得？阿妞，放罐罐里头噻。一整桶。对，一整桶。哎，就是噻。你吃过嗦？ 天天吃，你继续。开嘛！炮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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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连中，打不动。手榴弹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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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座，指挥部急电。命令各部集结部队，火速向西北方向转移，重新构筑防御工事。是。命令川军的关团长，在全师撤出之前，务必要绝对保密，不能让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行踪。是。师座，关团长的部队在前线已经坚守三天了，我们派谁的部队顶上去？上峰的命令是撤，不是顶。执行命令。是。走。哪里啊？那看日本人打到哪儿了？这仗打的，打输了跑，打赢也跑。